看卖啊嘞，真的啦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谢谢。哦，拜托，为了这个体格，我那是安尼费尽心思。是啊。绞尽脑汁。弄哪吃嘞？一天三顿做一摆吃。哈哈哈！啊，再来两三天腰肚啊。好可怜啊！好可怜呀！哎呀，真正有人安尼，真正有人安尼嘞。为了要减肥吼，拢无咧吃物件嘞。啊，拢无吃，真正我会冻袂掉了。是吼，我甲你讲，迄体质的啦，体质的啦。我本身就是我，就是爱吃就对。迄个小丽丽，你知无？我知。小丽丽吼。你家公他二十几天都没有在吃东西，厉害，都没有在这个咬食生物吗？没，哎，无，就是爱加爱煲物件，伊拢无咧食，啊，用啉的尔，用啉的，啊，而且吼，啉搁啉一输啊尔，因为我都控制两二十几天拢无食，安尼有恐怖无？有恐怖，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若在遐，我感觉无食饭，我感觉无，我感觉你的人生是乌白。对啊，因为趁钱就是要囤不倒的。是啊，足可怜。啊，你若无足可怜。存不多吼，你会感觉讲奇怪，我人生到底是要创啥？到底是为虾米咧拼？啊是啊是啊是啊，为虾米干那会晓趁钱？哎呀，吃啊要吃啊！对啊，迄个足戆的。对啊。好，所以讲吼，要保持我爱嘟嘟好啦。是啊。哎，嘟嘟好，身体才会健康又美好啦。好，来，即摆继续过来安排。啊，要去请求。来请求热闹滚滚的歌声。好，遇到咱的水果女哦，介绍到咱的小卢再度献酒，音乐继续。大家当时拢盼足侪台湾的新代表，事业成功会当做甲下下叫。老这个歌声，哇！今仔日庆赞中元，普渡讲千秋，啊，所有朋友大家一同莅临吼，啊，所以讲美名歌声来欢迎大家来参加，嘛，祝我咱所有朋友大家当时金文财富唱甲满大厅，唱甲满厝埕。即摆继续要来安排介绍，哇！这位多才多艺水姑娘啊，真的是一位才女哦。高唱歌，体格保持了真好，而且最近嘛是咱外场暗会节目主持人哦。啊，节目主持人今仔日哪有闲好来，特别甲铺排来哦，来佩玲的第一首歌曲。来，谢谢安排我叫小飞侠。好，小飞侠，来佩玲。Thank you.
对哦，所以他才知道答案哦。对哦，小甜甜的男朋友叫做小甜小飞侠。你还搁小搁蹲低一年吗？对，我是讲你什么？你即马是雄雄蹲袂过来哦。对啊。嘿，我一讲雄雄转不过来，迄毋是干那你甲伊尔。对啊。人人都有这个倾向，哎、都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因为吼，你若一半摆雄雄无注意啊，你多咧想着想代志啊，啊，只多咧看物件，啊，你会心不在焉啊，对，分心啊，所以讲吼，你若雄雄，哎，你豆病感冒哦，伊就不要甲你应啦。哎，真的咧。哎，就不要甲你应啦。对对对。哎，唔是讲啦，啊，哎，还唔是讲啦，反应不过来啊，唔是遐都宕机啊。哦，对啦对啦，等闹哎呀，手机会宕机，对啊，人脑也会宕机哦，对对对。可是人脑不可以常常宕机哦，常常宕机哦，你会感觉讲哦，敢那就要派去啊，被变什么你知不？哎，变哦，健忘。哦，健忘。健忘过来失忆。哎，阿个失智，失智。所以不可以有这个倾向太久哦，哎，这脑底哦，要是吼要把它旋转一下啊，啊，想想嘞，安尼啦，哎，刚刚我想一挂代志啊，哎，加点想啊，对啦，对啊，手机啊，手机啊有哦，你只要来拍开用过了，啊，你吼爱逐天甲开机，逐天甲使用一下，对啦，啊，无伊嘛会变歹啊，电视嘛同款啦，冷气嘛同款啦，电器物件拢同款，啊，对，电子物件嘛是啊，你即马无用用的了，啊，你甲放咧，啊，拢无咧用，伊嘛是自动坏掉啊，对啊。啊！你老婆嘛同款啊！你老婆哦，我讲你电波无了啊，冲嘞冲嘞冲嘞哦，用用一工无电呢啊！你要甲用无电啊，要哪用？对啊对啊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不是像迄个电器行的物件，来当修理的啊？无啊，我讲啊，修理有啊，有人咧修理啊，但是无修理好啊。到目前为止哦，还无这种哦物件通去修理就好啊。对啊，真的真的。哎呀，刚好有法度小可控制尔。系啦系啦。系啊，所以讲哦，人哦要活。就要动，对，这个人脑要动一动，嗯，安尼较袂失智，这怎么一个人拢烦恼的呢？真的啊，真的啊，因为你吼，食老要变安怎，无人会知啊，对哇，所以讲就是靠家己哦，家己好好保养啊，对啊，按着人唔好上翘，嗯，人唔好上翘，真的，因为吼，你吼，即马这个脑波吼，脑波即马足精的，足精的时阵哦，这个脑波吼，一直释放，一直释放，一直释放，释放。到尾也伊无能量吼，哎，了了就真正吼，像我你讲的失忆就来了。好，刚才安尼我无做巧，啊，你无做巧，你让我感官啦，哎啦，半巧半懵啦，啊，哎呦，到尾一个释放能量，释放完毕吼，啊，再也无电波通好输伊。系啊系啊，来，即马吼继续搁唱，啊，要来安排啦，是你对不起我，来先，是我拢无对不起，拢讲无，来，是你对不起我。Oh,
在遐，上关心的人拢知影。来，好，谢谢。谢谢你看，哇，这块歌吼，人本来是安尼足大感情的歌，对啊，永远看到迄个画面哦，花拢冷去啊，我是讲人拢徛咧啊，是吼，徛伫遐面壁思过鸟，不是啦，伫遐咧遛鸟，遛鸟，放出来透一下空气咧，是啊，袂臭烧，因为吼，站袂吼，站袂吼，袂记咧包玉珠啊，安尼啊，系啊，袂记咧包玉珠啊，后背拢淡面对吧？淡面对吧？所以爱出来遛一下，出来遛一下吼，安尼才会通风啦，较袂够干啦。来，甲咱所有朋友大家网络坐来。谢谢，祝大家平安家庭，平安出海，今年财宝满厝来，风大大变大进财，会当好运年年来，谢谢。好，那么下晡呢，庆赞到咱的这个中元普渡吼，遇到咱莲菜庄东区啊，所有只信徒吼，啊，所有只神仙在这一同吼来参与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伫这个会场正闹热咯，所有朋友大家拢非常的虔诚，非常的诚心，也祝大家幸福美满，快乐过一生。对。那么咱下晡这场的舞会，上该感谢什么人呢？现在做当首领哦，因为这位就是最近吼上界受欢迎的名嘴，名节目主持人，有这个英灵啊，在同一个舞台顶来做表演哦。今仔日我较占宽一丝啊啦，我较占宽一丝啊，你唱歌，啊我讲。